他赢的那个人，其他人要帮他分摊他升等商务舱的费用。越南之旅开完了。所以如果被插队的话，怎么叫他走呢？荔枝啊！荔枝，我现在插你队了，你要说什么？哎呀！哇，这什么好炫哦！一人一个石锅汤哎！哇，挥手挥手！欢迎下一位二号选手小吴登场！好，好哦，好恶心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吴，现在呢，我是在桃园机场啦，即将迎接我的第一趟越南之旅。我从来没去过越南，那本趟呢，旅伴有哪些人呢？请看我们的越南前传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吴。我们今天呢要拍一个开场，是关于我们两个月后的谢谢桃K帮。先介绍一下，我们谢谢桃K帮有谁呢？这些人，挥手。上次有去清景泽滑雪，还没滑到，我是。对，我们选择逛奥莱之后呢，我们决定每年的年底都要去一个地方。今年去哪里呢？越南。有人没去过越南吗？哇！圣诞节的话，那要什么主题来玩，对不对？今年玩的主题呢是什么？我们要先抽一个人，然后我们就要自己上网帮他买一套衣服，然后第一天到店长去立刻换，然后过一天。没错，例如说，盛元抽到卡特，盛元就要准备卡特的衣服，可能是帮他准备什么哆啦 A 梦，总之I don't know， 处处充满惊喜。第二个呢，是我们想要搭商务舱，对不对？等一下猜拳，猜赢的那个人，其他人要帮他分摊他升等商务舱的费用。例如说，原本机票是8000，升等需要加16000，其他人要帮他付那16000的钱，让他。哎，讲的好像是我一样，我输了吗？我来啊！现在猜哦，现在猜哦，到底谁能笑得到最后？哎，我先说，我先说，抽中那个人，要记得帮我拍一个 vlog。我是荔枝，我已经准备。剪刀石头布，剪刀石头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布，一打三四千嘞，剪刀石头布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今天呢在我家集合了，因为我们发现一件突发状况。越南帮，哎，有一个陌生的脸孔，柔一，我要参加这个可怕的预告朋友。加两位，一位是柔一，一位是珊珊，然后珊珊在家里面，她今天没有过来。抽我们谁帮谁准备衣服的顺序，签筒在哪里？我先抽好了，找死找好谁？大家一起说，最不想被谁抽到呢？我们录影完这公平公正公开。入社的考验，我很慈善哎、欸，要帮谁准备？卡特，我刚抽到我，不要，我不要，卡特，我不要，这个范围很广，珊珊 ，OK， 珊珊帮，哇，天哪，也太合理了吧，荔枝帮，好好准备，卡帮谁准备？不要，洋洋，越南见喽，拜拜。好的，来找寻我们的旅伴咯。Morning， 你知道这班飞机全满呢、欸。然后刚刚我还想说，如果满的话，帮我升商务舱好了。结果没有，商务舱也满了。桃园机场哎、欸，你们在干嘛？这次我特买好，就赶快冲过。东方到站啊！笑出商务舱吗？哎、欸，他坐第七排，我们坐65排。我66。差太多了。一前一后，太贵了。不知道他的空气有没有闻起来比较舒服。洋洋传他的香槟照过来了，我们不能输，来车轮饼拿出来。洋洋，你没有吧？吃到这种平民美食吗？你吃得到吗？我是越南新人，我点的是牛排，吃看好不好吃。哦耶！我们的第一次越南，你不要跟我讲话，你先不要讲话，舒服吗？你说想吃什么牛排？
Oh my god， 各位观众，因为越南这边呢，国人跟外国人是一起的，所以我们排超级无敌久，我们等了应该有一个小时。没错。而且一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那排其实是最短的，可是我们那个人帮我们过了海关呢，超级无敌慢。隔壁的居然给我插队，我都气到快哭。隔壁的阿妈给我插队，我来呼吸看看越南的空气，外面好多人哦，大家都迎接荔枝。他的司机想说谁，然后我声音吓死我了，就是司机是吗？哇，好赞哦，好好玩哦，很不一样，而且天气很好，天气很好。这是你妈谁相信啊？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姐姐吧，哎，Jenny姐长得比这位还年轻哎。我好痛，好痛，好痛。谢谢导护妈妈 ，Thank you， 嗨。哎、欸，这车很赞哎、欸，是用你赞助我们的包车。Oh my god， 各位，越南之旅开完了，我们的朋友，感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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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感恩，感恩，要好好招待各位贵宾的，谢谢。因为刚刚我们在排队的时候，我被一个大妈插队，然后因为我英文很超准，说 no no no， back back， 然后他听阿龙某，我们决定绝一句，叫他走开，滚开了。所以如果我被插队的话，怎么叫他走呢？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你呀、啊，希望我今天不要用这个单字。荔枝，我现在插你队了，你要说什么？哎呀、啊，再讲一次，哎呀、啊，哎。真的是有种毕业旅行的感觉，莫名的很青春。好了，我们搭的这一间呢是用你推荐的粉，好吃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第一站先吃粉是最赞的。Oh my god！ 谢谢 Jenny 姐，谢谢 Jenny 姐，因为我不吃牛肉，对，她就帮我买了一个面包，来自 Jenny 姐的爱。哦，里面是有料的耶！哇，这什么好炫哦！一人一个石锅汤，哎，石锅粉，不知道自己来耶，哎。好酷哦 ！Oh my god！ 我们Jenny姐去隔壁别间点有猪肉的给她吃，因为这些店全部都牛肉，超 sweet！ 哎，给Jenny姐一个爱心。嗯，你喝她的汤，她的辣椒很好吃，很辣。哦，加柠檬真的是偶一系偶一系呢，哎，真的超厉害，汤头真的是完全不一样，而且你可以感受到它就是正宗粤式的汤头，一碗就是石锅的这种比较完美感觉的粉是多少钱？他说这碗有10万。十万。欧阳会假哎，130台币，便宜哦，便宜哦。温体牛，温体牛130，还给你石锅，要求它的粉那么好吃，因为它都是手切，你看还没切的样子，现做的，现做完之后呢，是现做现切。哎、欸，各位满意吗？第一餐住宿订的是 Airbnb， 吼、哦，感觉是在一个高级的住宅区里面，它是民宿，不是饭店哦。那你看，天气泳池。超高级的耶，真的耶，要下水了吗？可以啊，没有轮胎，要付那个押金600万，哈，600万，600万吗？600万，500万，哎，你刚好600万，哇塞，神之手。你看那个泳池，它有真的有无边泳池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泳池吗？是楼中楼哎 ，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我喜欢。对啊，我是感动，超喜欢的。哈哈哈哈哈！这边就是我们楼上共用的无边际泳池。你们想要什么时候？超级耶！千逃万逃也逃不掉，我们现在变装大会开始，谁要第一个呢 ，Baby？牛排吃饱了吗？现在大家都在开自己的行李箱，因为不想被别人看到，所以都在准备拿要整人家的道具。然后摄影师，哎，你不把它包起来？欢迎2024下西环，杨洋请出来。这是谁啊？哎，算可爱啊！哇，挥手挥手，哎，是可爱的啦，哎，很赞啊！欢迎一下。
出门吗？三句了，我出现了。好，下一位，荣誉请出场。Oh my god， 是一打二的孕妇。好可怕哦！这是谁啊？这是谁？好恶啊！全越南最招财。真的。欢迎我们的旷世巨作。谁旷世巨作？真的哎、欸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哎、欸，那边对我们名画，名画。哎、欸，不能转，不能转，转回去。这谁啊？怎么那么好看啊？对啊。Oh my god！ 新年快乐！哎，超度他！超度他！你要靠北。我没看过这么勇敢的丽莎、欸，你真的超无违和的。等等，好的，现在我们已经变好妆了。等一下呢，我们就要穿这样出去一整天，真的好羞耻，好紧张哦。外面呢，越南是超级无敌热的天气，而且大家是很好奇，小吴刚从北海道回来嘛，连续三周从香港到北海道到越南，冷热冷热交替，白天拍片，晚上剪片。Oh my god， 黑眼圈，劳累。看看现在的我，晚上素颜的时候，气色也超好，超赞的哟。为什么嘞？都是因为这个，拉累顿肌肌。它可是他中医师戚老大设计的配方哦，而且你有发现吗？他居然跟我最爱的双月鸡汤联名哎！我呢已经喝了他一阵子，上次员工旅游的时候忘记带了，我整个心神不宁，累到黑眼圈都长出来了。跟我有喝的时候，真的气色明显差很多。因为啊，这一包里面有添加日本专利酵母以及6000毫克的胶原蛋白，可以红润气色，让你肌肤由内而外的透亮哦。另外呢，它有搭配枸杞跟白茯苓，加强循环，改善吸收，调理你的黑眼圈。而且啊，它喝起来完全没有腥味，超好喝，我喜欢剥皮辣椒的口味，这一包原味啊，根本就像在店里喝鸡汤一样的感觉。最近啊，我开始回归健身课哦，又要开始饮食控制了。有时候太忙碌啊，或者没时间吃东西，我都会拿这个当代餐哈。里面的蛋白质啊，跟总支链氨基酸营养价值都是台湾最高，甚至比其他品牌高出了好几倍哦。还有科学实证专利成分南非醉茄，可以帮助燃烧能量，修饰线条，可以作为易胖体质的调理哦，让你啊在控制饮食的同时呢，帮你补足需要的营养，真是太赞啦！想要改善气色，改善熊猫眼，补充营养，就喝拉贝顿肌精，一起越喝越美丽吧！现在准备跟大家一起去吃东西咯。刚刚电梯没打开，完了，我们跟一个陌生人同电梯。Sorry。好了，我们准备出去吃晚餐咯。看看外面的人在看荔枝。我们到我们的餐厅了。哦，哇哦 ，Hello 。Oh my god， 好丢脸哦！哇，好多人哦，大家都看我们。Hello， nice to meet you。Yeah。大家都傻眼。财神爷来光顾我们家，生意兴隆，绝对赚到了。我可以问他我漂亮吗 ？OK OK。我们开个脸都。他说什么？他漂亮。他现在所有人哎。哎，世界名画。哎，你就站在那边啦，就站在那边啦。光彩，光彩，光彩。Thank you。生春卷 ，Oh my god！ 我来越南吃的第一口春卷。观音请示，我要介绍这个粤式肠粉、嗯，它就是有一点像港式肠粉一样，外面有那个 QQ 的皮，然后里面的话就是绞肉跟那个木耳配着鱼露一起吃。这个的话呢，在越南的话可以当成早餐吃。馅料很多，有木耳、会脆脆的这样子，超级好吃。天啊，这炸春卷太大根了吧？那只口是那只口吗？我们吃饭之后，小老师他就说：“这怎么是怎么吃？那个就沾鱼露，哎、欸，那个饭吃了没？那个吃了吃。”你来试试看，没味道你就沾鱼露。来越南就要这样玩，这样吃 ，OK？ 没味道，沾鱼露。Yeah、西瓜汁喝完之后，再立马点一杯泰式奶茶，下面有珍珠哦。Oh my god！ 快喝，你喝一口就知道。来，直接喝，大力吸。我史上喝过最甜的真奶。甜到烂，难怪他空不下喝的那种。哦，我牙齿痛哎，我牙齿超痛的。哇、哦，失手把手很包砂糖倒进去。好的，这餐呢我们吃了300万，谢谢。因为我们实在太鲜艳了，遇到了分室。Hello， Hello。
Nice to meet you. Oh, oh my god. Together, okay, together. Oh yeah, together. Together. This is 妈祖。可以吗？哇。不要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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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拿会有钱吧？你要问他，那你帮优点啊？太贵，太贵，太贵 ，OK。欸，观音妈突然解围耶。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这变装 party 的成员们就要走路去按摩，因为实在是太饱了。Oh my god， 再来我们来是按摩的店。然后因为这边位置不够，所以要那个分开是不是？要过去那里。好。Hello， 按完了，舒服吗，小飞象？你有发出象鸣吗？欸，观音按你的头发怎么这样？这个就是个女生，真的。回去之前想说先去便利商店一下，因为我们家没有水了。用你说这边就是这种日本街，会有很多小姐在外面，然后刚刚就很多那种 cosplay 的那种暴露的妹子站路边。真的吗？长得很像啊。他们是有点女仆装感觉，他们看到我还说 How are you？ 我说 OK， I'm fine。毕竟我们是同堂的感觉。日本没了是不是？嗯。哎，这好方便。好可爱哦。这边还有这个。哇，这边便利商店很可爱耶。哎，佛，哎，在台湾超少见的，没看过哎。这边有卖一些生鲜饮料。Oh my god， 这好像是芋头西米露哎！买一个，买一个。天哪，我们等下回去就要立马把这身换掉，实在是太丢脸。看你挺小心的呀。没有啊。好的，各位 good morning， 现在是第二天的早上。什么啦？你们在干嘛？第二天的早晨，我们来突击一下各位 Room One。哎，那喜力，这间是荔枝跟洋葱一间是吧？你已经画很久了，你够了没？从六点开始画到现在。现在。哦，这边是佑尼跟 Sylvia 睡的房间，然后这边是盛远的房间。槟城市场吃东西喽。今天终于是比较正常的装扮了，各位，现在我们到槟城市场啦，然后呢，正对面这边就是换钱的地方，大家可以这边换钱。哇，很炫炮哎，他们是这样子卖的哎，扛着一整个路边摊。香奈儿，我们可以啊。Oh my god！ 哎，你不知道送洋洋一个吗？你送他，你送他，你送他香奈儿。因为昨天他陪他去拍片，他说他送他香奈儿。预算，盐350，很贵耶，很贵，太贵了。还有我们自己决定多少钱？砍到300了。300 ？No， 200嘞。250，200 right now OK， 200 right now OK。哈哈哈哈哈！小孩想看金牛座。No， It's okay, thank you. 我的鞋子超干净 ，My shoes clean。卡特要谢谢你昨天陪他拍麦当劳，这么晚这么辛苦这么累，还是陪他去了。说好的香奈儿真的准备好了。没有穿哦。没有，没有。刚买的，淘宝屋爆出来的，试戴一下好吗？真的，你如果说今天不一直戴这只，你就是糟蹋我的心。对，我们心就被你丢了。好好看啊！这样子搭商务舱，不要，还好这个是头等舱的规格。好的，我们现在正式进来槟城市场里喽。是名牌包啊，一些贵妇用的包。哦，名牌包是吧？哦 ，OK OK。之类的，这编织包很可爱耶。哎，有 Prada， 有 Louis， 好看吗？我帮你杀价，这个蛮可爱的耶，用你在这边买的哦，同一双哎。对啊，大概200万吧。第一件我们吃的是这个顺化果，从槟城市场7号门一进来就是。你这个是桌子，这个是椅子，果是这个果啦，坚果的那种。这叫水晶饺，这个叫水晶饺哎，是水晶饺啊，好好吃的。很胡志明，越是甜汤跟那个椰子汁，椰子汁就 coconut water， 对对对，然后椰子汁啊，哎，你很 gay 白耶，椰子汁就是 coconut water， 你都听得懂吗？我以为是有加其他的东西。越是甜汤，它就是像我们刷冰的料，就是那种 Q Q 芋圆、台木珍珠啊，那我要吃哦，这就是越是甜汤。然后我们还叫了很多椰子水，很好喝耶。哦，你喝了吗？每一家的椰奶味道有点不一样，但这个的话，它就是刚刚好甜。这个是好的椰，好椰。有的椰会有点
反胃。好耶！哦，我喜欢，我喜欢。就是米苔木啊，绿色的米苔木。比米苔木要 Q 一点点，介于米苔木跟菊若中间。好耶，很好喝，对不对？我下凡，因为我刚刚其实 一度有却步，真的很好喝，真的很好喝，推推推。加油！老板加油！加油！